夏天到了，得吃哈密瓜了，必须得吃半价的，买个黄的，然后再买个绿的。半价已经结束了吗？都玩上手机了，没少抢啊。超市里忙碌了一天的老爷子，随着最后一波半价，也该下班了。咖喱牛肉饭，这个是新菜呀，没吃过，买两盒回去尝尝。吓我一跳，我刚要去拿面刀，突然出现了一只手。哎呦，这里有好多半价的烤鸡肉串盖饭，我都想给他买了，都是我的。今天的半价都是我平时比较喜欢吃的东西，椒汁炸豆腐，来他两盒，最后再来两个小饭团，今天就够了。再拿一个酸奶味道的矿泉水，这一筐半价，就水果能贵一点，其他都还好。花的是2394日币，打包装箱回家干饭喽。每次的半价都是不会让人失望啊！今天有新鲜的哈密瓜可以吃了，新菜品咖喱牛肉饭，买了三盒鸡肉串的盖饭，真的很喜欢吃这个。这个椒汁炸豆腐，还有两个小饭团。这个绿的没有黄的甜。特别喜欢吃这个大豆腐，椒汁炸豆腐。这个配饭老好了，尝尝这个咖喱牛肉饭，好吃。这个每次看到基本上都会买。半熟鸡蛋，这饭团里面包的是这个鳕鱼子。